妈了个巴子，咋又这么迟啊？东西放下，赶紧回去下崽儿。下回再算迟了，刚刚那大王练功的进步，老子亲自把你的傻儿子洗干净，送进去。那老瓜怂没来，你这拐子脸的小和尚哪儿冒出来的？ 小施主筋骨清奇，正响应着铜头铁臂。